陈济棠后人现分散在港美两地，但是他八个仔中有两个死于非命，另外两人又闹不和，不相往还。陈济棠幼子树杰创立的梨园成功打出名堂，五子树家在加州拥有百几间汽车旅馆，身家不菲。六子树柏在加州创办私立大学 International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， 生活富裕。不过在50年代，陈济棠二子树庚和三子树桓同著名教育家江茂森等创办德明中学，由陈树庚任校长，但在54年农历年30晚，树庚竟然在学校自缢身亡。据亲人透露，树庚患有精神病，所以先会自杀。但一些国民党老兵另有说法，指树庚和三弟树桓争做校长，因而不堪权斗压力吊颈身亡。之后树桓接任德明校长，60年代任市政局议员，但因涉及竞选舞弊案而退任，最终证据不足得以开脱。陈树桓71年结束德明中学，将校址卖给霍英东。套现900多万后，一家人离港赴美。你爆料，我货金，爆上500，爆盘1000，爆料内容一经独家采用，单日总点击成为全星期最高，再涨10000，全月最高，再多30000。你爆料，我货金，有料爆，即刻 send 一周肯爆料热线95572778，一仔帮你踢爆。